击塔下来，硬手啊，硬顶两个人的伤害到极限，还是顶不住，但是回包了。对方这里技能能留得住吗？其实画面蛮奇怪的哦，是留不动啊，没有后续的控制技能了，但继续再追，反而是被对方挡开了，但整体状况并不好。哇，低尾先拿到第一个人头，再一个普攻拿到尾的第二个人头，往前走龙角，再一个走龙角一段，拿到一个三杀。中边那边去看，直接绑到。但这里的人数反而是流过来哦，走龙角继续再往前点，不过这边也是空了，但是。